我是王依琳，大家都叫我依琳，就读崑山科技大学时尚模特兒系，今年二年级。我热爱时尚产业，还有模特兒的工作，所以喜欢在伸展台上展现自我。那我的个性是热情、外向、活泼，所以很喜欢交朋友。我希望在未来在舞台上面能散发出光彩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喜欢我，多多支持我。太早了。